特别预算是在这个时候拿出来消费的吗？我不能说提供杯啊，真的是有什么跟这件事情的连结，但是借由这次地震，你再来看看嘛，真的，这个是国民党的为台湾好，那你像新北市朱立伦盖的这个轨道双通，人家朱立伦自己出钱修复吗？你不是还是要特别预算来重建吗？所以该裂的时候不裂，然后不该裂的时候拿这个来作秀，这就是国民党，大家眼睛睁大来看。特别预算这一题哈，蓝营现在操作就是赤裸裸的政治斗争啊。他们自己执政的时候没有编过特别预算你。蓝营当中有一股声音呢，有一股心态是说要让民进党不好做了。你要让民进党不好做，不要弄哦。你没有预算，你当然做不了事啊，给你不好做，对不对？你没有这些特别预算、特别条例作为你重大政事施政的工具，你当然没有建设。